焦急的等待也困着，像陌生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。除了灯以外，我还能看见什么？除了光以外，我还能要求什么？除了你以外，还能依赖哪一个？在千里以外，在呼喊的是什么？在百年以后，想回忆的是什么？像单纯的蝴蝶，为玫瑰的甜美飞着；像顽皮的小猫，为明天的好奇而寻着。是混乱的时代，是透明的监狱，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。什么？除了情以外，我还能拒绝什么？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抵赖哪一个？在千里以外，在呼喊的是什么？